怎么了？是研发部的人欺负你了吗？ 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，请你处理好和她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找我。南宫不是我的前女友，谢谢，相信我。你说不是，我就相信。我给你时间。 好好整理你们之间的事情。好，你也不要乱想。你现在就好好做你现在的工作，剩下的就交给我，好不好？我等你。 是我想和你见一面，有些事我们需要好好聊聊。好啊，你想聊什么？明天我去你办公室。这件事不方便在办公室聊。是吗？顾总终于想跟我聊除了工作之外的话题了。时间、地点，你定。好。 时间我定好后，我会通知你的。我很期待。你以前的朋友都不住这儿了，不过呢，你出国前寄存的行李。 他们都交给了管理员。谢谢，不过除了这一件，这些都不需要了，扔掉吧。这是什么？我的青春。哦，对了。 你帮我订一间比较特别一点的餐厅吧，要最安静的。可能过几天我有一个重要的客人，要跟我好好聊聊。好，顾西城吗？ 不可以放弃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听说那个贺锦熙昨天又加了一夜的班儿，不就是个新品系列发布吗？他用得着这么拼吗？ 他就是想特立独行，压南宫总监一头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他再怎么用力，都不可能超过南宫总监的。就是，我觉得。
很闲吗？没布置工作。不知道公司里碎嘴是个什么下场吗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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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奇姐。贺锦欣，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，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，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。我去对用料数据啊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，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出去一趟，注意安全，手机保持联络，太晚的话我去接你。中心酒店往事包间，7点，我等你。麻烦先给好评啊，谢谢。啊啊！你下班了吗？嗯。哦，对了，你车上有纸吗？这个车里没有空调，热死了。哦，副驾驶的储物盒里有。好。材料数据就拜托您盯紧一些了。好嘞，您放心，那我就不送您了。好，嗯，再见。公交应该是没有了，打个车吧。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，请你处理好和他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找我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坐。
什么？衣服很漂亮。原来你还记得。什么？这件衣服和这块手表，都是你送我的18岁成年礼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件衣服和这块手表，不是我送的。西城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否定当年我和……听我说完，这两件礼物的确不是我送的，是当年老纪他们说天文社只有你一个女孩子，作为你18岁生日，我们应该买些礼物送给你，所以他们挑选了这个裙子，还带回了这块手表。这个手表我付了一半的价钱，只是和其他人一样，作为同社社员，一点心意而已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是这样对我的，你明明是喜欢我的。南宫，当年天文社只有你一个女孩子，大家照顾你，陪你值夜班，是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。我觉得不能让南宫一个女生去啊。这样吧，我们先闭上眼睛。哎，闭上眼睛。我们在南宫的这个星座图上签字，谁签的字离南宫越近，谁就跟他一起去值班。你先吧。眼睛啊！睁开眼睛，西城，就西城了！哇！好吧，那我和南宫一起。如果你因为这些，让你误会我对你的感情的话，那我很抱歉。所以，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吗？没有。225倍还是有问题，数据看不清，你记个大概的数值就好了。不然让我试试吧。可以啊，虽然不够高清，但是数值还是能看见的。南宫，抱歉抱歉，我没看到，我去记数据。不会是这样的，西城。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，那个时候的我们明明是最要好的、最亲密的，你心里的人应该是我。抱歉。师傅，哎，您的车号不是038吗？不是啊。小姐，您的手机尾号不是996吗？我不会是上错车了吧？我订车订单显示司机还在原地等我。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你看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，要不然这样。我们都把彼此的订单给取消了，然后我给你打个折，给您送回家。您看这样行吗？好吧，那也只能这样了。
那我回去了。啊，好。你没别的事儿了？嗯，没事啊。你要真没别的事儿，我就真回去了。我啊，嗯，那什么，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好，我今天约你是为了把当年的事情说清楚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国外，我就只依靠这个信念活下来。我靠着要回来见你的念头，才把所有的困难一切都撑了下来。我拼尽了一切，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怎么可以告诉我，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？我不会相信的，顾西城，我不会相信的。回城的路吗？您稍安勿躁，我不会伤害您的。等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我就立马送你回去。这是要开去哪儿啊？给我停车！给我停车！危险！危险！安救！救我！安救我！别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也是拿钱办事儿，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。出事了，快去找顾西城，我们去救他。哦，好。起开！你现在不能进去，有事吗？起开！别逼我揍你啊！老板娘出事了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西西出事了。老大，出事了。老板娘出事了。老板娘给安安打电话，说被一个陌生司机带到了远郊，然后他跑了出来，然后哎呀，反正很危险，你赶紧去啊！西城，西城，你别去！南宫，又是你安排的吗？是我，都是我，全部都是我。西西接电话呀，快接电话呀！西西，是我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在哪儿？安不安全？快把定位发给我，我马上去接你。西城，我好害怕，我不知道我在哪儿。西城，西西，你别怕，定位我收到了，我两分钟就会到，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别让他看见，你知道吗？西西，我回来了，我一定回来的。原来你在这儿。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西西，
出来啊！我看见你了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出来啊！我看到你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只是，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，我让你下半辈子失足劳犯。司徒。